是科技主妇 Carol。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道料理是洋葱炒牛肉，这是一道很家常的料理，但是以前 Carol 在刚开始学煮菜的时候，炒牛肉真的是我的一个痛，因为常常炒得非常的很像小狗狗的拖鞋，所以 Carol 就有研究了如何料理出软嫩的炒牛肉哦。我们要分为两段的步骤来处理这个炒牛肉，口感会比较好。我们今天就来看 Carol 怎么分享这道家常菜洋葱炒牛肉。
主要是要主要好吃的秘诀就是洋葱要炒的脆，然后牛肉要炒的鲜嫩多汁哦。所以别忘了在腌制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做打水的动作，我们就要补充牛肉的水分，才会炒起来多汁哦。而且这个炒牛肉，你又可以搭配其他的蔬菜。记得这个牛肉的第一个是腌制的方法，第二个是两段式的炒牛肉方法，第三个我们炒到九分熟的时候就熄火，用锅子的余热来慢慢的将它熟成，才不会过老哦。炒牛肉的话，欢迎帮我按赞、留言及分享哦，或帮我按订阅哦。下次 Carol 再分享简单又好吃的家庭料理给大家咯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